哇！睇下手上呢朵紅玫瑰幾靚，佢就係世界氣球大賽冠軍彭斯泰咧 Wilson 做俾我嘅喎。大家千祈唔好睇我官仔骨骨，其實咧我都曾經係暴風少年嚟嘅喎。到底佢點解有咁大嘅轉變呢？記得收睇《創世日誌》啦，《創世日誌》星期五晚上10點正。